到那个台中车站。到台中火车站，好，8:55。好。320元。OK， 各位，我现在已经来到台中的这个茶六烧肉，然后我跟他约在这边碰面，就是待会要直接进去里面吃了。那因为他已经在里面等我，所以我就直接进去里面，那跟大家就是聊聊，跟龙龙一起吃个生日餐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先赶快进去吧。Hello， 许久没有见到龙龙出现了。那龙龙，你今天是寿星，由你来决定今天要吃什么。这个是有牛舌，你敢吃？牛舌超好吃的，我跟你说，好吃的牛舌是真的很好吃。真的假的？我觉得应该很多观众都觉得不陌生。胖了5公斤，很难选择哎。你今天寿星，我觉得给你选比较那个，因为我选的话，等一下你说干嘛选便宜的、哦？寿星是不是有蛋糕？吃这个。好 ，OK， 一个鲑鱼，一个白米饭。你们这个月有寿星有？我们是当日的话有当桌九折的优惠，九折当日才有。我今天当日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那到时候你大概出示证件就可以了。寿星的福气打九折。死定了，我要变胖。大家有看我影片都知道，我的电脑坏掉了，然后喷了一笔钱。这几天啊，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发片。抓紧时间到12:30，你这边有需要再做其他的加吗？不用。不用。你要什么？单点的。配一下汤喽。鲑鱼豆腐汤配的。为什么没有汤匙啊？我知道，在这里面。干杯！干杯！生日快乐！你也生日快乐。哎，你鱼尾我跑出来了。哪里啊？你再笑一次。怎么样？你头发遮住我吗？对呀。你要打一下肉毒。男生有眼尾纹是一种魅力，好像火锅脚印。你不会帮我关哦？在你那边呢？沙拉搅拌均匀就可以就行。我想要拍照。我明天也要吃大餐，我今天也要吃大餐，然后我就会连续飞两天，飞起来。你要冷淡哦。没有，我就专心夹这个啊，来台中飞起来，然后改天义民庙晒猪公，你就可以吃。帮你报名好不好？那我已经是得第一名的那一个。为什么我说要拍照，你就这样夹下去了？我明天也要吃大餐，我今天也要吃大餐，然后我就会连续飞两天，飞起来。哦，你刚在用手机？等下肉我要拍。那你最近在台中怎样？你要说你最近在台中过得怎么样？不是你在台中怎样？这样差很多。那你最近在台中怎么样？我说你要说你最近在台中过得怎么样？怎么叫做你在台中怎么样？那你最近在台中过得怎么样？我看不出来你在关心我。我在关心你啊。看不出来。不太敢直视。哦，为什么？太久没见了。好烦哦，我变胖了，我才不敢直视吧。先烤热去骨牛小排。我觉得它的沙拉超好吃的，超棒，够带味。哎，他刚刚说是哪一个要先放外围？这个吗？这不是男生要注意听的吗？我只知道最下面那个说要烤到全熟，然后这个8分熟就可以吃了。可是上面的我都没有听到，12小时没吃东西了。好了。你怎么放这里？放哪里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你有用广角了。一直都是这个，应该会不错哦。哦，这是什么肉？去骨牛小排。是吗？嗯。怎么样？这加分。这个有香哎。接下来用骰子牛。
品尝一下自己烤的牛肉。他们的牛脂真的很嫩。我最爱吃这样子的。牛肝还好。嗯？阿贝有练脚吗？有啊。女生手一定会比较没有力。女生脚比较会有力，那我脚腿推可以推到50公斤。我要吃吃看你烤的咯。再吃牛，有比想象中好吃哎。肉质还是我烤肉技术，都是。我太厉害了。好吃。不要打嘴盘掉了。好像跟牛舌吻啊！我还感受那个舌头跟我的舌头接触。吃冰喽！是片状冰。雪花冰，它牛奶味很浓。老人才吃红豆冰。我是跟你区隔开来。我忽然间只能默认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湘西以前我爸都喜欢吃红豆牛奶冰。哎，台中真的变得很冷了，高雄没有这么冷了。高雄都还在很热的时候，台中就变冷了。夸张。接到我电话的时候，有没有吓到？哇，鬼来电，怎么会找你出来吃饭？还好。怎样？没有。没有惊讶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打来？我要惊讶。我很久没吃这么饱。我也是。现在健身都会控制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打嗝，我有一打。你有发现我变瘦吗？哪里？脸啊什么的。也有啊。